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吃游青岛。最近有很多人私信小编问到青岛哪里吃海鲜比较划算，我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地方呢，是营口路农贸市场，大家可以在这里购买海鲜。在这家市场的周边有近200家饭店都可以做海鲜加工，我先带大家到市场逛逛，问问价。这个虾怎么卖的？35一斤。虾活嘞？大活嘞40一斤。多少？40。可是啊。这龙虾怎么卖的？我们家120一斤。120。哎。这面包蟹怎么卖的？64。60。这个怎么卖？150一斤。这是哪里的？哪个海里的？挪威的。还有一斤。蟹怎么卖吗？80、40、55。这鸦片怎么卖？30。这栗子刚飞啊。哎。能卖吗？2斤。这嘎了大，这能卖这个了。我吃不了，这吃不了2斤。逛了逛农贸市场，不难发现啊，如果是两个人买100块钱的，也可以搓一顿海鲜了。那么，自己买了海鲜找附近的饭店加工，加工费怎么收呢？请关注小编的下期视频